刚去 Seven 领了个包裹，回去他跟你讲是什么？你刚才不是听讲了？你到底要买多少保养的东西？你因为一双鞋，哦，啊、我真的是鞋子，我可能还会有很多双鞋啊。你赚多一点钱。好了，回去再开给你看。兴奋吗？刚好今天买鞋，来开箱吧。这就是最新的洗鞋的东西，然后是个保护膜。快开，快开 ，Go Go Go！ 哇，这是什么？那你不需要我开。洗鞋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超像珠宝的，超怪的，很像珠宝。哇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干嘛？态度怎么变了？也变太快了吧。因为袁志远一直说他要珍珠项链，我就买了这一副。你不要乱花钱。可是你的脸好很开心的。不是，要成家立业，不要这样。哎呀，成家立业没差这几十万啊。好好看啊！等一下，很美吗？很美啊！赶快去照镜子，快点，告！我会买这条给你，是因为我还有发现珍珠它会抗喉咙发炎。没有，因为珍珠其实好像也是算广义的，也是算某种矿，所以它好像可以养颜美容。没错，就是你常戴的。因为你看一些古代的一些皇后，她们都一定会戴珍珠，而且是女人都要拥有一条珍珠。是没错啦，不要这边脸很爽，这个很贵耶。不会啦，你才是无价之宝。轻哦，给我轻哦。我不是，我觉得这太贵。不会啦，耶！你快戴，你快戴啦。不是要成家立业，你不要。哎呀，成家立业那我差这个啦。有差，是很漂亮，很美。